国光剧团推出西施归月，艺术总监王安琪重新规划制作，国家文艺奖得主李小平执导，金昆男神温宇航跨刀，新秀林庭瑜挑大梁，出演扛下复国大任身心受创的绝代美女西施，发现怀着吴王夫差孩子的西施该如何自处呢？公视表演厅《西施归月》。